有看有没有中？哎，有有有有有哦！哇，这我天哪！哦哦哦！哇哇，一直中六只哎！哇，妹妹好厉害啊！拿进来，拿进来，擦，拿进来，拿进来。感觉很沉，很吃力。哈哈哈哈哈！会飞越小嘞。好，这样的成绩有满意吗？有有哈。正当大伙儿沉浸在丰收喜悦时，带领大家找到渔村的最大功臣陈爸爸，还是静静的在一旁守候。人讲近山吃山，近海吃海，啊，你近海就是个爱无爱多生活。从十多岁开始就跟海洋搏斗，陈爸爸一家子的人生路都跟基隆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做那个九孔，还有采石花菜、采紫菜，都有这个岛。那个海产的资源很丰富，你不要看这个岛，这个岛以前是养我们这个台湾生活的有几十户的人家。为了养活一家老小，陈爸爸房贷、船贷一肩扛，而压力最大的时候就是孩子相继出生时。孩子出生的时候都是很辛苦啊，买房子也没有啊，没有钱，都是要未来先买房子。我那个时候真的经济很困难，人家说蜡烛两多烧是五六多烧，都是要养家，还要房费钱，还要贷款，还要孩子还要读书费用。